那我不吃了。哎 ，Wednesday 人呢？他刚刚不是在吃蛋糕吗 ？Wednesday 在那边。哦。黑眼圈、暴风圈，什么全有都狼狈，每天加三倍。我就问，我们一起下去玩。Wednesday 票不错哎。子健，走啊，一起玩。It's alright, 我要好好放个假。It's okay, 说走就走，尽情释放。呼啸的风在呼喊，走，一起去啊！不要，哎呀，走啦！不要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说好要开开心心的。走。走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走走走。今生擦下泪擦腻了吗？人生的大劫还在路上，可我还不想举手投降。今天没有困惑能困住我，今天没有学习能说服我，今天没有正当能掌控我。 Stay here or stay 逃脱上限，明天扎下的梦全部要做，蠢蠢欲动的心煽风点火，生活没有挫败带来的收获。 It's alright, 我要很厉害，可以跟九令比了。真的吗？你说蔡依林哦？我说的九令是李心如啦。搞错了。看来今天是来对了，玩的时候就开心的玩，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。希望今晚之后大家可以专心工作。来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，干杯！吴先生，要吃什么面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而且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以后我都在啊。玉慧叫我每天都过来帮忙。哎，她竟然还教我怎么煮面呢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尝尝看啊？哎，那个文川，垃圾车快来了，你可以去帮我收垃圾，拿去倒吗？啊，好，然后垃圾交给我，那客人就交给你了。子良，对不起，我不得不把他留下，因为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没有告诉你。喵喵的监护权是杨文川的。啊？当初我在跟他离婚的时候，我尽全力在争取喵喵的监护权，他看准这一点，想要把我留下。
我不想要再跟他纠缠下去，所以我放弃了。然后他的爸妈身体不好，就把喵喵丢给我。如果监护权在他手上的话，事情会变得比较麻烦。依照他以前的个性，他应该会把喵喵抢走。但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吗？是我害他误入歧途，所以我应该要帮他，不应该让他走回头路。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如果他是真的想要悔改的话，帮他也是一件好事啊。至于喵喵的部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。所以啊，你以后有事情的话，记得先跟我说了，好吗？会的。别担心。爸，子良啊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？来来来，坐下来，跟你老爸聊天泡泡茶。好。来。人家说啊，泡茶很难。其实泡茶啊，只要你方法对了，还是可以泡出一个好的味道。生活也是有一样。要面对的问题啊，它很多，但是你只要方法用对了，还是能够解决的很圆满的。你还没听懂我意思啊？没有。你有没有想到处理问题的方法了？要不要跟爸爸聊一下？老爸可以当你的参谋啊。爸，你怎么知道我遇到问题啊？因为哦，我是恁老爸啦。说了。爸，如果我现在搬去玉慧家的话，你觉得妈会同意呢，还是会大发雷霆反对啊？奇怪嘞，这种事情你们为什么只在乎说你爸妈会不会同意啊？都不会问我一下，我会不会同意啊？不是啊，因为妈讲什么你就附和什么啊。但是这一件事情你应该问问我啊，我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嘛。对不起，是我疏忽了，我不好。那我们重新来啊！爸，那如果我现在搬去玉慧家住的话，您是会同意呢，还是反对啊？这件事情啊，我看还是问你妈好了。啊？我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哎呦，我很少做主顾了。那不过我要问你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搬去玉慧他们家？我想到了，你是不是想要试婚啊？试婚？下。哇，子良，我的个性嘞保守，可会想要试婚哦？没有啦，不是啦。有家对不对？有大孙啊！哦，子良啊！人家我刚刚对导演不对款嘞，不是你一鸣惊人嘞，你老爸就要对你另眼相看。没有啊，不是啦。约会这么几个月，还是下道还是顶道？下道的查甫啊，顶道的查某啊？不是啦，是约会他钱不回来了啦。
嗨。你来干嘛？我姐不在。哎，我知道她在店里，我是来找喵喵的。要找喵喵，请你白天到店里去找，不要在家里。爸爸。喵喵。哎。爸爸抱。爸比带了娃娃来送给你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喜欢的话，那以后我常常来你家找你，然后买娃娃送给你。好。可不可爱？帮他取个名字好不好？宴会的前夫会打老婆，哦，这样怕莫提高舞哎，够恐怖呢。所以宴会离这个婚是离了掉啦，这种查甫人，要哪有可能跟伊行一世人？啊，不过今麦问题是，这个前夫回来个宴会高高低啊，他是做过非法事情的，是有暴力前科的，这样子宴会不是太不安全了。对，所以哈，袂用个让伊接近到宴会，而且哈，也袂用让伊去面谈。啊，老婆，这趟都未收山呀。但是问题是，那个杨文川有讲了，如果玉慧不收留他的话，他就会把妹妹给带走。嘿，爱是凭什么要把妹妹带走？因为他们离婚的时候，喵喵的监护权是判给男方。啊，阿当，那就先麻烦了。所以我才在想说。是不是应该要搬到玉慧家？至少这样子，我还可以保护喵喵跟玉慧嘛。妈妈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子良啊，我唔是超工要讲话杜林啦。我当初想的，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形发生？而且比我想的更加复杂、更加困难。子良啊，我觉得你要搬去玉慧家的这件事情啊。还是要从长计议比较好。我担心你如果搬去的话，会激怒杨文川的。别惊，做你甲搬到玉慧住，恁母阿咧哭。你存款，那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我咧讲啥你听无呀？我赞成啦。啊？子良，当一个男子汉，就要有肩膀有担当。你哦，就搬去因家住，负责保护玉慧母阿囝。妈妈支持你。妈，谢谢你。我没有想到你会支持我，哎，我原本还在担心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妈，谢谢你。今麦袂上袂着笑干呢，烦恼搁伫后边。是讲哦，恁这囡仔哦，就是拢先入为主啦。俺袂上袂着，感觉讲我袂同意啦。我感觉你无开放的人是无？只要有代志提出来参详，拢能好好啊讲嘛。妈妈一定会听恁的啊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加油。嗯，我会。